就这么对待偶像呀？穆雷霸气隔扣詹姆斯后死亡凝视，还送上同款甩肩庆祝动作。主场险胜湖人队，掘金队最终以4-1晋级到下一轮。贾马尔·穆雷又化身关键杀手，一记准绝杀中投送走湖人队。他曾面对勒布朗·詹姆斯贡献了一记非常精彩的进球，在第4节最后4分多中，穆雷接约基奇传球空切篮下，霸气隔扣了詹姆斯。在完成进球后，穆雷站在原地死亡凝视了詹姆斯，还做出詹姆斯同款的甩肩庆祝动作，彻底引爆了主场气氛。别看穆雷在詹姆斯面前无限猖狂，后者可是他的偶像之一。穆雷赛后接受采访时直言，詹姆斯一直以来都是他最喜欢的球员之一，很高兴能与这样出色的球员对抗。穆雷盛赞老詹总是能阅读比赛，而且还能在39岁高龄保持出色的竞技状态。如爱德华兹与凯文杜兰特的相爱相杀一样，穆雷面对自己的偶像也毫不手软。看来在这个联盟中，偶像是拿来毒打后再吹一波的。